这儿少动物多，知道吗？那以前听到它就在呀。它压到下面之后，它就自己往上回。所需要做的就是重复开门放门开门放门。嗯。这种空中方阵我们已经做了两年了，你们一直不知道而已。你们就是没见过。其实像这种小的那地方，放在人家那边是最好看，还可以当个垃圾箱。嗯。基本上很少的很好的噪声，你都听不见。没有啊，你们不用忙啊。